以下短片有吸烟、饮酒和滥药镜头，敬请留意。你知唔知啊？我每一次翻到屋企都话我咁晏先翻屋企，佢话唔系去做咩啫？我又唔系去，又唔系蒲，又唔系咩性，屋企人就系咁噶啦。你仲打埋我啊？诶，有边个未俾人打过啫？系咪唔开心先？系超级唔开心啊！你讲唔开心咧，系有计嘅。嗱，唔好话我唔想嘢俾你。咩嘢嚟噶？自己食我咪知咯。你哋自己體驗啦，誒唔好話我唔提醒你，考慮好先食啊！唔好話我係咪 friend 先？係 friend 就 friend 嚟啊！係 friend 就唔俾你啦，攞啊攞啊攞，俾攞攞，走走走！好，陪住人哋先啦，你自己慢慢。喂，你嘅声系真嘅 ？Mix 就你，
下一则特别新闻报道：天水围天瑞村瑞安楼凌晨发生五级大火，直至清晨五时，大火仍未救熄。据现场消息报道，大火已造成三人死亡，当中包括两名消防员，另外34人受伤，其中5人危殆，4人情况严重，伤者人数众多，分别被送往6间医院进行抢救。由于火势猛烈，消防处食咗几粒糖，休息下好正常啫。呕晒爆好喎，叫正常。好，咁点算啊？叫醒佢啦。喂，星儿起身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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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死火啦！点算啊？call 白车啦！你黐线噶，踎家嘛？我唔理啊，你哋搞掂佢。喂，我哋一阵间送完佢，即刻即撇。先生，你个女咧就过量服用呢个精神科药物，引致咧急性药物中毒。而家咧我哋已经同佢洗咗胃噶啦，咁但系佢嘅情况究竟嚟紧会点咧，都要留待我哋呢几日嚟密切观察嘅。阿女，对唔住啊，其实我都系一时冲动先打你嘅啫，我而家都好后悔，你快啲醒翻啦。行在同一条桥上，同样的景物，但我已经觉得很不同，因为今天的我终于明白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亲情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
我想只有一样东西，在你不断犯错的时候都会保护你，对你不离不弃，而这样东西就是家。